天津有位举人，清明时节同几个朋友到郊外春游，这些朋友都是品性不端、行为放荡的年轻人。他们看见柳荫道上有一位少妇骑驴而行，欺负他身边无人陪伴，便相邀跟随在他的后面，说些轻薄话来调戏他。这位少妇不理睬他们，只管用鞭子抽打毛驴，催驴疾行。当时有两三个人先追上了他，只见那少妇忽然停下来，和这几个人轻声细语地说笑起来，一颇相投。不一会儿，举人和另外三四人也追了上来。举人定睛一看，这少妇正是自己的妻子，但他又想，妻子并不会骑驴，而且今天他也不可能会独自来到这荒郊野外。可是眼前这女人又分明是她，举人心中又惊疑又愤怒，便上前大声呵斥她，她的妻子却依然笑个不停。举人怒不可遏，举起手来就要打她耳光，只见她的妻子忽然飞身跨上驴背，立刻变换成另一副面貌，用鞭子指着举人斥责说，你看见他人的妻子便对人家百般猥亵，肆意调戏，如今看到自己的妻子被人戏弄，却如此恼恨。你枉然读了那么多圣贤书，竟然连一个数字都无法做到知行合一，你还有什么资格配金榜题名吗？说罢便扬长而去。这位举人被数落得面如死灰，直僵僵地站在路旁，几乎动弹不得。